非常有意思。应该是要自觉的，你在游戏里面本来就不应该打，因为你已经开过炮了。重点是你已经开过炮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你已经开枪，装填要15秒，那你挡在前面干死。下面站这么多车子，就这 CF 是活上去没事。完了，葛家。先打 CF4。哦，碳贩。他们炮车就会丢他们，然后我们的炮车就在那看戏。操，他躲在这个位置，他丢到。竟然 miss 这一发 ，Jesus Christ！ 他不敢跟我对啊，你干嘛一直要打我？他现在会怕，他被4005射一发，这个就死了，他怕。啊？这炮车超烦，他一直在丢我。Nice！ 我就知道那个405一定一直盯着这里丢。
浮角差一点点嘞，哦 ，PDS， 所以 annoying。这炮车终于换位置这场有炮车，但是炮车完全没有办法支援，是一件很悲凉的事情。哦，这4005开了3发13弹。太湿啦。想要米诺陶成长太贵。这有人。哎，台60TB 满血跟米诺陶。Crack.
GG。What the hell？ 我觉得这场 MVP 应该是4005。我觉得这场的 MVP 应该是4005。这场4005帮我们超多的，我跟你说真的，他在那里烤死了超级多东西的。一台 CF 是要爬山的，然后一台要打清空他弹夹的 AMU2， 然后还有一台那个什么。那个七分之一直接被盲死 ，Jesus Christ man， 真他妈的狂啊！舒服，45点各位，那4005我看一下他靠几发，他真的44哎，啊他靠了6发啦，但是4发击穿4发打死。